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沿加利利亚海边走着，看见两兄弟西门，又称伯多禄，和他的兄弟安德肋，正在海里撒网，他们都是渔夫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来，跟随我，我要使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。他们立刻抛下渔网，跟随了他。他从那里再往前走，看见另外两兄弟在伯得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，他们与父亲在伯得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召叫他们，他们立刻离开了船和他们的父亲，跟随了他。上主的话。